各位看到，我们每一个获奖的现场的嘉宾都会缓缓地升上半空，而在现场由态度奖项的权杖即将降落在两位面前，请第一组得奖的胖丽手持有权杖。同时我们也请张子和根红一起上台，跟他们两位得奖的嘉宾合影留念。同时也为我们的得奖者送上鲜花。有请开奖人和得奖人一起合影留念。再次恭喜陈小春、林子儿、贤伉俪，跟我们分享一下得奖感受好吗？有请二位。你先说，快。各位下午好。好。OK， 谢谢网易，谢谢。还有 vivo。谢谢 vivo。还有主持人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班长、嘉宾。还有谢谢大家对 Jasper 的爱戴，谢谢。